孩子早恋了，请让他记住以下四个锦囊。第一，你们互相喜欢，交往无妨，但如果你们的成绩在学期末双双有跌落，那么证明你们的喜欢是假的，因为好的情感是滋生向上的，会让你们双方都好。第二，身体上的进一步交往要控制在18岁以上，过早对你毫无好处。第三，如果真到了中招那一天，运气好，男生会从家里偷钱陪你去医院，运气不好，这个男生会人间蒸发。所以学会保护自己，采取安全措施，不要吃药，会对你有伤害。若是到了最后没有依靠，记住爸爸不会怪你，爸爸永远在这儿。第四，如果学校里有很多的小男生喜欢你，你要小心，别把争风吃醋的男生斗殴当成荣耀。有一些人是变态和极端的，一定要洁身自好。